因为15、16集哦，出了一点 OBS 的意外哦，所以15、16集就不上传了，就有点爆音。那我们重新就直接打17、18场吧。那15、16场都是赢的，就没有放上去。现在已经强力替补了。那我们刚刚抓了一个刚刚打的队友，抓了一个野团队友来玩，来解我们的任务，总共要跟路人排5场才可以解完流川枫的训练卡任务，那个集训任务，我们就认真把它解完呗。哎，他怎么闪退了？出事了，出事了！玩这个游戏最怕遇到的问题点之一就是这个闪退。我们第17场直接出了意外，无情闪退。糟了，这会是变数吗？希望我们连回去之后不要输太多。我刚看到敌人有一只猴子，不太妙。在这个场会有猴子的，我觉得都不简单，都是大科长。有猴子很奇怪啊，然后又有一个仙刀，对面超级奇怪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钱，我很好奇。然后我们路人银魂木花道居然只有蓝卡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总觉得我拉错了。好，我们回来了，哎，居然没输哎，这就是运气啊。回来赶紧做事，不然要输了。其实我们没有断太久，银魂速度其实蛮快的，差点被这个闪退搞到。应该首先到吧。噔噔噔噔噔，有啊。看来那个仙道只有一，守着猴子呗。猴子比较难守，猴子其实这个扣篮偏难守，在这种没有强力火锅的角色下，超麻烦，压力其实有点大。盯好仙道，然后时不时的补防这个猴子的扣篮吧。毕竟他两个都要守，你的安婷有点偏搞。感觉有点自干，还好都进了。加油加油，安田，我们可以的。哎呀，有点危险。被骗了，我有时候都怀疑这些玩仙道人是不是按错，还是真的想要后仰，通常不会在那个位置后仰，就以为他要果冻上来，他就被骗到了。我们安田疯狂得分，安田其实是对付新手的利器，因为上篮速度太快了，偏难盖。也有，不妙哎、欸！我们只赢2分呢、欸，有点难追。安田不知道怎么了，安田脾气看起来有点火爆。有想灌篮的吗？啊，篮板都跳太早了。被这仙道恶心到了，哎咻！就用这个后撤吧，他们看起来不太会守后撤。
哎呀，然后这里大量命中率都开始高起来了，放空位几乎都会进，有点可怕。盖，想不到吧？第一次被盖吧？希望这个青田心态起了一点变化，可以按下投篮键之类的，我才能获胜。哦，心态果然起了变化，各位，那看起来有点不舒服。安田很努力的，不想要做些很奇怪的事情呢。安田看起来超级诡异的，三分球已经开始投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就很生气。哎，给一幕，有8个助攻啊！还是想投，想要前照。马加萨德古鲁，哎，要毛起来投是什么意思？内鬼是不是？太奇怪了吧！哎呀，他真的嗨起来投篮了，他不知道是发生什么意外，突然嗨起来投篮了，进了！完了，这个系统拉近这球，造就一个可怕的玩家。咻！又投了，他已经进入发病模式了。给樱木开大局吧，看起来有点可怜。喊他有大喊半天没，然后给他球。安田一个破坏队友心态，但蜻蜓也不差，大家都在破坏对方心态。很夸张哦，安田。啊，被改了。对 ，OK， 胜利完成17场，进入第18场。虽然这个蓝卡一幕看起来不是太靠谱，但我们为了解任务，再忍辱吞声一下吧。他是什么排位啊？个人强力替补五，你主要是要解那个急需任务，很麻烦。因为集训任务强迫别人，然后拉一个人进来，我就觉得蛮麻烦。这场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死这个木木啊，木木是重点。工程那天就要靠队友自己的造化，但那个木木是我们要守死的目标。靠你啊！呜、欸，哎，传错人，抱歉。完了完了，不妙不妙，得靠我们自己守住他。放开头，樱木很有自信哦，然后漏了一球。OK。OK。空位投篮，啊，没进。进了吧，我感觉。感觉空位应该是二进一的，正常来讲都是二进一的。Nice nice， 盖到盖到啊，很好很好。给木，我相信木木的得分能力，在这个场是没有人可以匹敌的。OK， 然后赤木想要灌篮，才发现自己没回线，他居然盖到火锅了，天啊！嘿 ，OK， 拉开了2分。啊，我失误了，在错边了，有点小尴尬，被追平。木木怎么都不突破跳投底角、啊，他往这边跳很危险，可能被赤木盖到。
很认真守这个。哎呦，他似乎不太敢出手。那边工程把球带得很远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想干嘛？这边心态似乎有点变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间就乱打起来。啊，屏幕反应慢，被灌了一球。有 ，nice 哦，他终于做出一个正确的反跑了。当然，就看谁的木木比较会得分。闪电风族。很好，很好，这是我要的节奏。哦，张也有走到盖塔，如果干扰到就不会进，因为工程在这游戏的抗扰率是很低的，通常干扰到几乎都不太会进，但蛮潜能而已。但是工程那个中投空档是很准的，因为有点质感，感觉要被工程超球，偏危险其实。在那边挖一拳应该就会掉了，盘球已经盘太久了。来啊，敢不敢挑战我啊？算你衰，遇到长谷川。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用长谷川爬分云，因为这个场绝大部分九成都是木木，那木木的话长谷川是吊打的，所以我才推荐一开始练长谷川是最好的，可以利用这些人上分，嘿嘿。樱木说他好大，我帮他带球出去啊。但是垃圾归垃圾，我还是要蹭到一颗火锅。哎、欸，我不让我蹭。就这样哦，我们完成了我们的78场了。排位已经到了哪里？我看一下，强力替补5，哦不对，4，我们爬特别快呢。